佢哋只不過係保衞自己嘅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地方，咁係咁啊辛苦曬。我哋要做真系中国人，我哋华人嘅文化，大家都要孝顺父母，已过嘅先人都要嚟去拜祭。喺我哋嘅中国人嘅传统里边，你有乜嘢问题，你可以嚟同我慢慢倾，你唔需要搞我已故嘅父母嘅坟头。所以你呢种做法咧，我劝你咧早啲自首，会对你有好处。因为而家系人神共愤，如果你肯行出嚟，我会原谅你，我父母都会原谅你。烂咗嘅嘢可以修复，但你嘅心灵如果系咁邪恶的话咧，对你冇好处。我哋香港人，如果系香港人，真正嘅香港人，爱香港人。不会做这些事的。现在在连登里面帮手传递任何恐吓的信息那些，每个人都要想清楚他们所做的事是带出什么含义。我们要爱一个完善的社会制度，民主的诉求，今天我们看得到的，这些是不是我们要爱的民主的质素？所以人间正道是沧桑，我哋天地系有正气。我虽然系好嬲，但系仍然以一个最平服嘅心去呼吁大家，要停啦，唔好再咁样玩法，冇益嘅。